电影《一路向南》的拍摄现场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拍摄的第七天。哎呀，有点风和日丽嘛。大家看到我穿的这个袍子了吗？这个造型怎么很奇特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宝宝很冷。来看一下我们拍摄的环境。作为一个公路电影，我们拍摄的地点呢，当然是在公路。看到没有？向南，我们整个剧组人员真的很辛苦，谢谢大家。